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，我们把铬酸钾丢下去以后，它会变成钾离子和铬酸根离子，对不对？那铬酸根离子它是黄色的，好，黄色的，所以你的水溶液会变成黄色的。那同学 ，C 选项错在哪边？一大气要25°C 的时候，任何水溶液它的氢离子浓度乘以氢氧根离子浓度才是10^-14啊，所以他说是氢离子浓度是10^-14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应该是氢离子乘以氢氧根离子是10^-14才对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